狗狗有时候就像小朋友，遇到害怕的事情就会躲躲藏藏，甚至撒娇耍赖。IG 网友家的阿金很怕打针，每次去兽医院都怕到不行。那次主人带阿金去打预防针，他竟然带上自己的宝贝小熊壮胆，真的太聪明了。阿金带着小熊站在兽医院门口，没有像往常一样逃避，反而摇着尾巴非常淡定。打针过程中，他虽然很紧张，但小熊给了他面对针头的勇气。阿金坐在台上，任由兽医小姐姐帮自己打针，他皱着眉头看向躺着旁边的小熊，似乎在说：“幸好有你陪我。”主人将这段片段 po 到网络上，网友们都觉得阿金聪明又可爱，他的头上还戴着粉红发夹，真是一个小公主啊！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么乖，主人一定会多给肉肉吃哦。这小发夹太可爱了吧！阿金真的很乖，主人一定要好好宠爱他，给他零食当奖励哦。